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，想打的深远也出去了，也出去了，这是一个追平比数的两分炮。现在换高国辉绕过二垒之后，跟罗国龙挥进。一颗球，这球飞到在左眼方向。哦，哇哦！结果呢，高国辉跑得非常拼，也把这一颗呢给接上。昨天没有刮台风，搞不好会连在一起。哇，现在哇，现在看起来有可能要再接起来，又上去了。哇，单局义大犀牛队敲出了两支全垒打，而且这是只有两分炮。哦，这个球平飞球在左半边，结果又是高国辉接连这两个长棒。左外野手迎上前去，这是一个 nice play， 而且这是再见接杀。最后胡金龙跑得非常的卖力，把这个高飞球给接进手套热身。这一棒打成一个飞球，也打得蛮扎实的。左外野手往后退到了极限，哇吼吼，扛出去，被胡金龙。